哦。还得是科技的力量啊，这就凑合了。卧槽，难道是我眼花了？这就卧槽了，好戏才刚开始啊。哟呵，王莽你玩的挺花啊。这不都是跟曹老板学的吗？话说这谁呀、啊、我可懂了你们素质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阿爸阿爸阿爸。哦哟，还是个硬茬子啊，不过在我们面前再硬你也得软着。这几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刚才是凭空出现的，怎么还穿着古装？孙总监你就曾年心吧，有曹老板手中的通风玉绳石化鞭，一鞭子不就解决了？哦，卡卡，我倒还没尝试这鞭子的威力。卧槽，凭空变物，这群人怎么做到的？哎呦，这一鞭子不好受吧，被他打中后身体和灵魂都会遭受难以忍受的疼痛。这怎么可能，这种钻心的痛苦。有缘人啊，快说实话吧，能缓解你的疼痛。想让我说实话，我死都不会告诉你。好痛啊，我是个色痞，曹操好人妻，我比他更胜一筹，我只喜欢年龄大的。不愁，这小子是个狠人啊，不甘拜下风。皇宫内就需要这样的人才，或许是那些老嬷嬷的春天啊。这群神经病没有骗我，说实话果然舒服多了。这感觉不好受吧，要不再来几遍。停停停，我说这门功法是组织的首领给我的。仨女那几位说，你们的首领是何来历，现在人在何处？首领来无影去无踪，我确实不知他在何处，不过我听说这大秦六世是首领从一个秦朝古墓里面得到的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与龙头所言差不多，未免影响还是有点偏差的。不错，大秦六世都传下来，那我们的大汉六世是不是也传下来了？曹贼你就省点心吧，那有啥区别吗？不就是换了个名字？当我啥也没说，这人既然知晓我们的事，现在姑就嘎了他。此等人才嘎了多可惜，要不还是按我说的办，让他跟我们回去。我这位面的人不知道能不能过去。有啥不能，哪些武器都能带走，把他当作礼物，姑不信还带不走了。孙十万搭把手。我什么都说了，你们要带我去呢？别怕，我们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这是哪？我怎么出现在这了？这里是许都，用你们那的话来说，这里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。卧槽，三国世界，你们不是神经病，你们说的都是真的。哼，你丫的才是神经病。卧槽，你懂这话的意思。小子，时代变了，先将他关起来吧，那些老嬷嬷若是中意，随便他们玩。陛下，长安城百里外凭空出现了一个诡异洞穴，一堆木头人从中不断涌出。哦，可算是来了，你们可有与其周旋过？陛下，木头人属实耐打，神兵营的机枪很难将其射杀。嗯，区区木头人竟有这般强度？陛下，他们不难对付，仙人赐下的功法对其伤害极大，李靖将军此刻可是杀得不亦乐乎。哦，果真如正所料，秦琼听令集结大军随朕出征。
个没有女巫的世界，竟也能在我的身上留下痕迹，可这样的皮外伤是杀不了我的。有没搞错？木头人还会喷火？此前我还想用火攻。都给我去死吧！就凭你一个低级副本的勾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的身体硬，还是朕的拳头够狠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为何能伤得了我？此乃朕的天下，朕这帝王之权，岂是尔等渣渣能挡的？陛下的拳头竟会有如此威力，看来陛下已将功法大成，这黑色的拳头之上竟有隐隐闪电游走。来人，将这木头人运回长安城，朕有大用。有没搞错？这特么也太敷衍了吧，好歹是异度入侵，竟然还没有突厥的奖励多。前辈，可是已查的他们的踪迹。夏僧祖，你说的开组织，我已解决了一个据点，可惜并没有找到他们的首领，而我抓到的那人知道的也不多。那真是太可惜了，不知道你抓的那人现在何处。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。死了吗？犯了如此罪孽，杀了也好。对了，这次上头可是披了份大惊喜。哦，是何物？看看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，前辈过几日来取便知。